啊，不过伊两个已经讲足久啊，应该有够啊。我先起来找志忠，等一下就来。美华，不要紧啦，少年人的代志哦，卖参与啦，回去啊。这边，阿姆，阿丽娜啊。刘小姐，原来你要交代的朋友是冯小姐。我先送家己回去，等下我才回来陪您开讲。我跟我妈妈已经等你很久啊，你若是要送文小姐回去，你就不用回来陪我了，因为等你回来，我已经走了。虽然志忠是去人陷害，在无意识的情形下来发生这种代志，不过不幸的代志嘛是来发生，尤其是对冯家怡这种无辜的董事长来讲，伤害哦一定更加大。所以照道理讲，冯家怡应该袂甲志忠交往才对哦。啊，不过我听美琪的口气，嘛不是无这个可能啊。所以我今仔日哦，我就先单独约冯家怡出来。我先向伊表明讲，我要甲志忠交往，叫伊莫甲我相亲。田敏啊，以你的条件，什么人会当跟你比啊？林秋啊，我看法无同哦。阿罗，刚刚你认为咱查某囝会输啦？我见过冯家怡一面啦，对伊印象袂歹，而且哦，伊的外在条件无输咱田敏。若是要相争起来，什么人赢，什么人输，也真歹讲。妈，你真正无要听我？妈妈就是因为听你，所以哦，唔敢看轻你的对手。若是要论做生意，迄冯家怡当然输，你妈妈都唔免烦恼啊。啊，不过感情的代志哦，实在是真歹讲啦。所以妈妈是徛在客观的立场，看清楚你对手有利的条件。妈，你放心啦，若是以客观的条件，冯家怡跟我更加无得比啊。首先，因为志忠伊对我的头一个印象真好，啊，不过对伊头一个印象就真歹，这点我都已经赢在起跑点啦。第二，即马因为台湾慈福列车的投资案，所以伫个公事上，我应该志忠随时接受。这就参照人讲的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这两点对我来讲是有利的条件，所以我真有信心，我绝对会赢。真好，那边啊，信心就是你第三个赢面。可能是季涵回来了啦。大嫂，田敏，原来是恁哦，阿姐。啊，我着想讲吼，平春甲平秋，啊两兄弟已经好好啊，咱着较接来往，安尼毋才对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欢迎欢迎，恁来当较接来，我嘛足欢喜的啊。啊，对啦，我甲恁介绍一下，这位哦是地秋莲小姐，是我甲志忠的朋友啦。啊，这位是我的大嫂燕青。啊，家己查某囝田敏，恁好啦！啊，两位叫我秋莲的好啊。你好。啊，阿静，志忠伫倒位？志忠伊伫楼顶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唔免啦，我想要去你楼顶找志忠。田敏啊，真无拄好呢。伊志忠哦，有朋友伫个房间啦，啊，无方便去家己叫叫。啊无，等伊朋友离开了，你再去找伊开讲。阿静嘛，先陪阿静坐来开讲，好不？田敏，唔免着急啦，你要陪我，趁你阿金做伙开讲。嗯，好啦。你若是有兴趣看，无你用提灯看。啊，不过这拢是你的册，你唔是嘛要看？啊，无要紧啦，我已经看差不多啊，你唔免甲我客气，好，拢提灯。那安尼就多谢你啊。你这么有心呢，啊，这车有一点仔重量，无呢啦，明仔载我才送过给你。阿妈讲的无唔对，你真正是一个真好的查甫人，对查囡仔真体贴。伊话，啊，你看阮田敏啦，条件这尔好，啊，看查甫囡仔眼光哦，自然都较悬啦。要伊看介意吼，实在是足恶的啦。田敏啦，你。田敏，妈，阿姐嘛，我看志忠的朋友无遐尼紧就走，
我想要直接去找伊，我无想要搁等啊。田敏，阿姊娘可能想要甲伊的朋友单独相处开讲，咱也想要去交流伊较好啦。我毋是想要交流伊，我只是想要甲姊娘拍一下招呼，想啥甲伊的朋友熟悉一下，加交一个朋友嘛无啥物唔好啊。对啦，阿姊，姊娘是咧交代啥物朋友？只是一个普通的好朋友啦，安尼就更加无问题啊。啊，无定着姊娘无安尼想啊，所以罗小姐，你也是伫遮吼，稍等一下好啊。啊，不过伊两个已经讲足久的，应该有够啊。我先起来找姊娘，等一下就来。李华，不要紧啦，少年人的代志吼，莫插伊啦，免去。小妹，你来啊。刘小姐，原来你要交代的朋友是冯小姐。爸，我先送家己回去，等下我再回来陪您开讲。我跟我妈妈已经等你很久了，你若是要送冯小姐回去，你就不用回来陪我了，因为等你回来我已经走了。师长啊，还是我陪家己回去就好了啦，你留下来陪阿母还有刘小姐开讲。好啊，小姐，我麻烦你。刘小姐，再见。再见。是安怎？无啥啦，小可代志。那你姊娘，你敢会当陪阮天敏去你房间开讲？我趁你妈妈哦，单独想要讲寡话，安尼底下会交要阮哦。好啊，天敏，等在楼顶。好。天敏，天敏，坐啦，快客气。大侠。姊娘，你的茶叶里面是茶什么？无啥，看嘞，看到袂记啊。这里底就是一挂语音的册啦。你看这主席要创啥？我嘛已经慢慢接受家己巴肚内囡仔，所以我嘛要做好心理准备，等这个囡仔出世啊。看起来。你真正想要做爸爸的款啊？囡仔都要出世啊，无想嘛爱想啊，所以即摆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，看是我语音的册来恶补一下。那恁你想哪要骗我？我骗你？我啥物做在骗你啊？你甲我讲分家姨，伊无可能接受男女的感情，也毋过即摆看情形根本就毋是安尼。分家姨不但主动来找你，甲你哥哥弟，而且佫甲你有讲有笑的。看起来根本就无参是有心理障碍的人，你根本就睁眼说瞎话，跟我讲白菜。田敏，你别误会，家己真正心理有问题，啊，怎么搁你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？你若不相信，你用问我妈妈。就算讲是安尼，伊的心理障碍嘛一点嘛都无严重，无得靠，这是伊的借口，伊想要得到你的同情，所以趁这个机会要接近你。田敏，你有一点奇怪呢，家己唔是这款的人。家己即马搁你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，这是事实，请你莫胡编乱用。你若是安尼，会破坏我对你的印象。歹势啊，我就是讲唔对话啊，可能伫个心理场较久，对人拢比较较会产生怀疑，这真正是一个无好的习惯。志忠，你千万莫见怪哦。我袂见怪啦。特别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我是想讲，爸爸甲阿姐即马已经好好啊。我认为这是情理上万应搁较进一步合作的机会，所以我想要找你当面来找阮爸爸参详，乔连甲红衣集团合作的可能性。哎呀，最近发生安尼一个代志，这么重要合作案我煞袂记，你讲了无唔对，咱马上要促成两个集团的合作，马上来做大面。